新的消息，食药署公布了食品辐射检测结果，发现来自日本熊本的香菇粉被验出了微量的辐射。这是一批从日本熊本县输入的香菇粉，检出辐射值为 10.6 贝克每公斤，检出的元素是铯137。虽然这一批香菇粉的检出值是符合台湾食安法的规定，不过依照立法院的主决议要求，食药署还是会对业者提出道德劝说。目前业者已经有承诺会做退运或销毁。好，根据了解，从今年的1月1号到今天，累计了5起日本进口食物被检出微量辐射，这也是日本排放核废水之后的第3起，但是都没有超过标准每公斤100贝克，所以食药署是以道德劝说的方式，要求业者退运销毁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